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之乔。如果我是外星人的话，我会希望我有可以融化人们心中高墙的能力，因为我相信如果更多人愿意融化他们因为恐惧或是怨恨筑起的那道高墙的话，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和平更简单。 Love。 嗨，大家好，我是何努林。如果我是外星人，我要具备什么特殊能力？我要具备瞬间移动的能力。在疫情的期间，我可以瞬间移动到我们喜欢的风景区、各种风景名胜里面，然后也不会有病毒的干扰。